剧情部分的话就请各位自行完成 OK 录制的动作，然后把它做成两岸，这个前面有讲过了，所以细节部分自己再完成。那接下来我们主要看 VBA、所以哦，你们就是在自己在增加工作表啊，工作表怎么增加，记得、拖拉加 Ctrl 键哦，拖拉的时候呢再按住 Ctrl 键放开，它又会多一个一样的这个工作表 OK， 那你把它名称改一下 OK、那今天的作业练习、就是有三个函数、聚集、VBA OK， 那刚刚的话呢、我们已经完成函数嘛，这应该没问题了、然后再来就聚集，再来就 VBA， 那 VBA 总共会需要三个按钮。那首先的话呢、要怎么、我先 demo 一下，这个是最后的结果，清除这个应该没问题，输出公式就是把公式丢到这个范围里面，然后再来就是输出结果，输出结果就是没有看到公式，而是在 VBA 里面做完结果再帮我丢出来、所以我们会有三个按钮，那我会分别来说明怎么做、的细节。第一步的话一样、先到开发人员里面的 Visual Basic， 所以、如果你要写 Visual Basic 了、反正第一步一样是一定要开启你的开发人员，否则你进这个地方没办法找到 OK、然后呢第二步的话呢把程式写在哪里呢，那一样的方式啦、我们在这边插入一个模组，因为我原来好像录制聚集会产生一个 module 一，那我们就把程式写在 module 二好了、写的方法我重来一遍好了、因为我怕同学还刚开始可能会跟不太上啊，所以我 重来一遍、你们照着做好了、第一步记得、step 一 Visual Basic 进来嘛、step 二的话请你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那这个模组的话呢预设名称叫做 Module 2 啦 OK， 那当然这个名称如果不一样的话没关系，反正就是一个模组、如果你要改名称的话下面有个 name， 你可以改完之后它上面的名称也会跟着改 OK、那首先的话呢我需要三个按钮，所以呢我先增加第一个，第一个按钮名称叫什么呢，叫做刮胡自串底线公式，所以我就打一个 sub、然后呢名称打上去、所以打一个 sub， 反正呢以后对应到按钮呢就是 sub 开头、然后后面的这个名称呢就是按钮上面的名这一样的名称、按 enter 就可以了，它就会自动帮你加这个刮胡后面的刮胡跟 end sub。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写其实刮胡自串底线公式跟清除还蛮像的，所以我们 先把、清除写完、清除怎么写、就是把那个范围 for i 指的是列等于第几列呢，第二列，所以你可以看右边、看左边这边第二到第十、所以、二到十，所以 enter 两下打一个 next， 有 for 就有 next， 不要忘记漏打 next 程式就发生错误、然后意思就是说呢我希望在这个范围里面帮我把这个资料呢填公式进来，不过填公式进来的话、我们先写清楚啊，清楚怎么写 sales 哪个出生格里面放什么资料 i 列的 b 栏 OK， 你就是跟他讲说、我在 i 列的 b 栏里面呢放什么呢，放没有资料、没有文字啦，意思说清楚了、所以呢如果你这样写完的话你可以把这一串复制一下然后贴到底下，把那个 sub 后面的名称、改成清楚，这样其实等于你是可以先写清楚比较简单、把这个改一下叫清楚 好，那输出公式跟清楚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在双引号里面的东西要放什么，那基本上、如果你要输出公式的话、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那个公式的话、你可以从什么呢，从这边去贴过来、这样好像没有、用这边的好了，聚集这里把这个公式怎么样复制一下，然后呢记得按取消 OK、那理论上啊直接把这个公式、接到这个双引号里面、可是要记得、有两个地方一定要注意的，哪两个地方呢，其实就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OK， 第一个就是说呢因为 VBA 里面的双引号、其实呢指的就是文字的开始文字的结束，那我们这个公式里面呢也有双引号，所以呢如果你要把它放进来的时候它会造成错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里面的双引号它会搞混了，它不知道这双引号到底什么东西、
所以呢，如果为了避免错误，请你把这个公式里面的双引号有个规则，把它转换成两个，一个变两个就对了。那一个要怎么变两个呢？当然你可以贴之后再改，不过很容易做错。所以我之前好像跟各位讲过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呢？你可以贴到那个最简单的一个工具，就是我们在 Windows 里面一定有的，叫 Windows 里面的那个附属应用程式嘛，里面有一个叫记事本嘛。记事本其实虽然很档案很小，但是其实还蛮好用的。贴上之后的话，可以把它取代。那取代规则很简单，一个双引号把它取代成两个双引号，按全部取代，再贴过去，保证不会错。OK。可是呢，如果你贴过去之后的话，还有第二个问题要注意，哪个第二个问题了？因为你贴上之后的话，你会发现哦，它应该是不会错误了，可是会有一个地方哦，会要再改。什么地方？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哎，我把它贴过来这边 VGB 啊，贴过来这边执行，那清除试试看，清除 OK。那执行你会发现，哎，奇怪，执行的那为什么没有出来呢？哦，其实是有的。只是说因为你贴上的这个公式里面都是 A2， 那 A2 指的是这个储存格，它并不会帮你下一个变成 A3， 下一个变 A4， 下一个变 A5， 也就是说你这个输出的时候你还需要呢再改一个地方，所以第一个改双引号变两个，第二个的话呢，请你把这个公式里面只要看到有 A2 的，请你把它改成什么，改成 I 就对了。 OK 啊，这个也是从上个礼拜同学问最多的，因为我上礼拜跟各位讲你不能直接在这边把它改成 AI 啦。为什么？因为呢它基本上呢是头是双引号开头，有没有在这里？尾巴是这里，也就是说呢它是一个文字。那这个 I 的话呢，它里面放的是一个数字那文字跟数字在程式里面真的是十万八千里，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你不能直接把它放进来。如果你要把它放进来的话，记得一个规则，就是呢，你必须把这个文字先切开，也就是它原来是头在这里，尾巴在这里你必须把它切开来。那怎么切开来？就是再增加两个双引号，一个是它的后双引号，一个是后双引号的前，就是这样分开，再用串接符号把它串在一起，中间再加一个变数 i， 这样就 OK 了。只是说呢，如果你要快速的聊，就是你怕忘记的话，有个简单的规则吧，先选二，有没有？把它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再加 end 两个再移到中间，再加一个 i 就可以了。这样其实是最简单的。然后记得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把 end 符号前后再加上空白。因为它有点像英文叙述啦，英文字跟英文字中间一定要空白。那 end 是，其实这个 end 就是 end 的缩写啦， OK 齁，所以前后把它空白那就 OK 了。那当然理论上后面的这个二有没有跟这个其实做法一模一样，这个要改，这个要改，所以总共会有四个啦。但是理论上我自己个人习惯是我改一个之后我可以把这个复制怎么样接到这三个二上面，这样子是最快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你就再做一次 OK 当然没有把握的同学就这样，就是选取二有没有串号两个移到中间， end 两个移到中间，再加个 i 然后再空白这个就点简单的口诀啦，这口诀保证不会做错 OK。 如果你实在是懒得就记太多，这样就 OK 了然后呢，如果你要快一点的话，你可以把双引号靠双引号有没有复制贴到这个二上面，把它盖过就可以了。这个我觉得比较快，但是比较容易出错因为有同学可能还是没办法掌握了不过没关系，反正你们自己想一个方法好记，只要不要做错就 OK 了。至于你要怎么去写这个程式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你想一个方法，只要程式不要写错 OK。 好了之后的话呢，其实程式就 OK 了。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再把什么呢，把这个程式执行一下这边执行清楚哎，先看清楚这个执行输出 OK 你会发现这边的公式输出那就完成了那当然相对于录制巨棋的好处就是说其实主要我们就这一行最关键就是这一行上下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 for 回圈，那个 for 回圈呢主要就是让那个 i 这个数字其实就
关就跟列有关系哦，让它做变化 ，OK 哦。那所以请各位先完成这两个，然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一样嘛，好吧，就是在哈路这边有一个按钮，好，你把它按下去，然后呢，拖拉，再指向这个刮胡刺串，然后把这个名称复制，贴到这个上面来。OK， 那总共就把这两个按钮做出来，好、哦，那请各位呢先试试看好了，那待会我们再来讲这个刮胡刺串，哦 ，OK， 试一下。